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来了，警察马上到了。警察马上到了，没关系。宾士车主双手刺满刺青，凶神恶煞下车呛虾，问讲不甘示弱回呛。下个交流道原本已经走不同路，这时宾士男突然冲过来，横跨车道冲向建国高架，直铁锤砸车。问讲吓得将过程po网，直呼恶行全都露，但却被网友抓包，根本狗咬狗。你敢停下来停嘛？你听听看嘛，来，不要走啊哈。原来两台车在滨江街爆发行车纠纷，小王问讲一路使用蜂鸣器，还不断呛虾。不要走啊！双方隔空互呛，随后沿路追车狂飙，到下个路口又爆发口角。网友炮轰问讲从后面一直追着人家，再说人家逼车，都快搞不清楚谁才是恶煞。事发就在北市滨江街，疑似前车驾驶不满小黄乱切车道，小黄问讲也指控对方逼车，追逐后惨遭砸车，事后提告毁损恐吓。全案依刑法强制恐吓、毁损等罪嫌侦办。事后，宾士车驾驶被以恐吓等罪送办，但问讲自己也因为装设警笛及扩音器，还得到监理站报到。开车脾气管不住，一人追车，一人砸车，恐怕全都有错。记者张慈游涛台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七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七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